文老爹赶电玩。大家好，相信各位哦都有看老爹上一部的影片哦，老爹抽了半天就是为了我们的咒术流。来，老爹咒术流已经练差不多了，给各位看一下老爹的角色。灵兽也相当的强悍，没问题。还有这一只相当的狂妄，还有飞影，我们的男主角哦，兽灵相当的狂。再来配上我们的小兔，我知道有人会说要配这个雪菜哦，配雪菜哦，可是还有我们的冻死哦，可是哦，我们伺服器哦，目前我看人家用的是小兔哦，没有配这个，没有配雪菜哦。ただいまより。好来。暗黒武術会を開催いたします。就是这个，老爹跟他一模一样的阵容啊，他也是紫色星的飞影，以及紫色星的威武哦，还有三星的压，老爹跟他应该差不多强哦。他的战力是209,000。老爹战力多少哦？好，没问题。老爹战力是218,000。好来，咒术流，让各位见识见识，老爹的咒术流有多强哦！很多人都说啊，现在咒术流是不强的、哦，但是老爹让你们看看哦，老爹的咒术流不一样啊！好来，我的威武竟然GG啦，怎么可能啊？好，有没有老爹的这个邪王岩沙剑啊？我加了个高，现在来到3打4啦，加油啊，飞影啊！哎呀，头像输掉嘞。奇怪啊，应该很强吧？这应该只是美丽的误会吧？你不要跟我开玩笑啊！我搞了好久才练成这样的、欸。加油啊，冻死！哎呀，你那冰冻也没用啊，竟然输掉了，怎么可能啊？他第四名哦，应该是老爹的布阵有问题哦。好，没问题，老爹再改个阵容，这样应该就可以了。我们在又是你，怎么那么衰啊，又遇到你啊。这一把我不会再输了吧，加油啊，飞影啊，我投资你到紫色，天哪，直接被带走了，各位观众啊，为什么会这样啊？威武啊，靠你啦！哎，他那个蒙面侠很厉害耶！哈哈，你没用啊！你的刺杀流不堪一击啊，没问题，我们再来。果然嘛，我就说咒术流怎么可能那么烂啊？ただいまより。暗黒武術会を開催いたします。いよいよ会場に入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。好，怎么又遇到你呀、啊、怎么都是你呀、啊、有没有别人可以玩呐、啊、怎么都是你呀、啊、好，这一把我直接碾压你啦，我们现在比数是1:1 MRCHU 是吧，你看他的头盔啊，上面写最强啊，最强是吧？
最强即将输给我了。燕莎，嘿，老婆，没问题。老爹的飞影总算展现出他的价值了，我的一件一个哎。好，再来，先来到三打三的节奏。加油啊，飞影！靠腰，二打二啦！岩沙黑龙波来一个啊！没问题，一打一啦！有没有看到啊，老爹的飞影啊，好帅气啊！轻轻松松，结束比赛。ただいまより暗黒武術会を開催いたします。いよいよ佳境に入ってまいりました。哎、欸，怎么都只有你呀、啊？是不是你的分数跟我太接近了？我怎么老是遇到你呀、啊？你又打不赢我啊？你是不是觉得你很倒霉啊？老是遇到我啊？已经二比一了，你已经输了，赶快轻松带走他吧！我想要打别人了，我已经腻了，我已经不想再打你了。飞影啊，教训他吧，教训他一下吧。飞影啊，教训他一下。好，没问题。转转转转转转转，他四肢都残血了。飞影啊，一个打四个！飞影啊，一个打四个！开个黑龙波怎么样啊？你晕倒了，靠药。没问题，没问题嘛！这就是老爹的咒术流啊！一直这样一只兔子啊，兔子怎么打得赢黑龙啊？三比一啦，我不要再遇到你啦，你已经输啦。Yes 啊，黑龙波，轻轻松松，我们再来。老爹已经第四名了，各位观众，老爹打了二十场哦，我发现啊，把冻死放下来，上雪菜比较强哦，上雪菜，给各位见识见识。好嘞，幼稚园遇到他 ，M A 啊 ，M A C H U 啊，没关系啊，来调整过后的阵容哦，他准备直接被我屌打了，各位观众啊，直接先屌打，屌打一波。放雪菜完全不一样、哦、好，雪菜 is dead， 我们再来，先来到四打五了。好，老爹兔子也 is dead， 先来到三打五 ，Yes 啊，黑龙婆，完全吊打了，这个雪菜真的很强啊，我没跟你们开玩笑啊。有没有看到啊？跟刚刚完全不一样，对不对啊？我三只都活着啦，这样真的很强哎、欸。没问题，这才是真正的咒术流。轻轻松松，结束比赛。好了，我们真的最后一场了。好嘞，没问题，遇到我们的 grandmother。完全没问题啊，我们就用 grandmother 来结束比赛吧。来，遇到这个聚集流啊，咒术流，我觉得打聚集流是有优势的，因为聚集流就是很硬啊，但是咒术流打越久越有力哦。来，聚集流是吧？聚集流是吧？我没在怕你啊，聚集流啊。好，先解决掉一个，先来到五打三啊。聚集流是啦，轻轻松松啊，各位观众啊，他只剩一只啦，轻轻松松结束比赛。好了，各位观众，这就是老爹的聚集流，哎、不对，这就是老爹的咒术流。もう怒ったよ。魔国名探偵。
思わず踊ってしまいました。くらえ、レイヤン。もう怒ったよ。はい、助けて。勝負あり。ただいまより暗黒武術会を開催いたします。